你知道怎么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吗？看，这是一辆两轮滑板车，现在变成了三轮平衡滑步车，还可以是学步车。还没完，这是座椅学步车，还有一套设备，十多种形态，从一岁到十岁，不同年龄骑不同的车，每年都有新鲜感。它还是非常优秀的玩具，各种零件通过组装可以变成各种形态，也许奇形怪状，但你开心就好。创作过程中，孩子还可以与家长、朋友一起组装，这是动手能力的锻炼，也是团队合作的入门教学。多年之后，他长大了，他还可以做成梯子、货架等等。当他看着熟悉的他，想起童年时候的美好，也是美好的回忆。作为家庭成员，他应该有个名字，他叫多可，你也可以叫他花花、豆豆，随便吧，你开心就好。